让你回去你就回去，你若真当自己是我三法司的仵作，就要听本王的吩咐办事。你若觉得本王的话不值得你一听，便不必在本王这里屈就了。我们三法司不缺一个仵作。来，楚国将，来，走走走。三法司不缺仵作，你也出去。将军，王爷他到底怎么了？他是因为我下水救我哥的师生我的气吗？我水性很好的，他都看到了呀。你只当楚河是你哥哥吗？当然是我哥。那王爷呢？你拿他当什么？他当然就是王爷啊。萧将军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算了，这事一两句说不清楚。公主，王爷总护着我，说我是最好的仵作，可是他又为什么对我说那番话？让你回去你就回去，你若真当自己是我三法司的仵作，就应该听本王的吩咐办事。你若觉得本王的话不值得你一听，就不必在本王这里屈就了。我们三法司不缺一个仵作。楚楚啊，爹，在想啥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那个人逃跑了，他能逃去哪儿呢？楚楚，你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吧？我知道，那个人就是我舅舅。爹，你也已经知道了吧？你哥不小心听见那位大人身边的人说了几句话，我昨晚趁着给他们送水看了看那个人，虽然他蒙着眼堵着嘴，倒认得出来那就是徐家老爷。我怕你哥按不住性子要生事，没敢跟他说，就只告诉了你爷爷。楚楚，你可千万别瞎想，许宗芳是许宗芳，你是你，不管他干了啥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爹，放心吧，我不会给楚家人丢脸的。丢啥脸？你现在已经是安郡王的仵作了，这是楚家的骄傲啊，对吧？别再瞎想了啊。